领会竞赞租照加，讲到你嘥气啦。丧家租嘅领会寻日派成绩表，结果梗系唔曳。全年基金可派收入29亿2200万，每基金单位派66.41仙，全部都按年升10%。派完成绩，梗系想知加几多租啦。CEO 就话每年加租都系跟通胀咋，话啲商户有生意，租对佢哋嚟讲10碎啫。有可能嗰、那个佢哋搵到钱啦吓，咁、所以先会留低啦。而我哋都会系继续都希望可以保持到大约70%-80% 呢个续租率。好一句可能啊 ，CEO 啲商户各租咋。以前南丰咧就冇加得咁多嘅，南丰加10%嘅啫，领汇加20%-30%咁咯。嗱，我一个月仍然攞得20000几，咁我交租交到10000几啊，你话啦。如果我是一个月仍然有3-4万的，话知你加啦。其实领汇都搞过啲 promotion， 即系寻味时光啊，去帮啲小商户噶。但其实那个推广活动咧，系有一连串的推广活动，是为咗啲小商户佢哋嘅，即系喺饮食行业的小商户嘅。咁啊，好可惜我哋停咗，咁帮唔到其他嗰啲小商户。其实真心想帮，就听下啲商户意见啦。唉，嘥气啦，点会？佢点会接受你哋嘅嘢讲嘅嘢咧？嘥气啦！明知嘥气就系咪咁怒气啦？